在2023年的现在， iPhone15 已经被广大消费者所熟知。作为一款备受期待的智能手机，它的参数配置可谓是令人目不暇接。首先， iPhone15 的外观设计极具潮流感，它采用了一块 6.8 英寸的 OLED 超视点屏幕，让用户在观看视频、玩游戏等方面得到更加震撼的视觉效果。同时， iPhone15 的机身更加轻薄，仅有 6.5 毫米，让用户在携带时更加方便。除了外观设计以外， iPhone15 的硬件配置也是极具实力，它采用了最新的 A20 芯片，拥有着更加出色的性能表现，让用户在日常使用中体验更加顺畅的操作。同时， iPhone15 的内存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，最高可达到 16G， 让用户在存储方面无需再为存量担忧。而在拍照方面， iPhone15 也堪称是一款拍照神器，它搭载了一颗4800万像素的后置摄像头和一颗240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，让用户在拍摄照片和自拍时都能够得到更加出色的画质表现。同时， iPhone15 的摄像头还支持超级防抖、人脸识别等多种功能，让用户在拍照方面得到更加丰富的体验。当然， iPhone15 也不会忘记给用户带来更多的乐趣和趣味，它内置了一些有趣的小游戏和应用，例如 AR 游戏、人脸识别等，让用户在使用时能够体验到更多的趣味性和互动性。总的来说， iPhone15 的参数配置可谓是令人目不暇接，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硬件配置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优化。因此，如果你想要在智能手机领域中得到更好的体验和感受，那么 iPhone15 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